个要报告的是立委看点，我的名字是先乱想的，先跳过哈。这是我自以为的成员介绍，原始构想的是郑文吉，他在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工作，他会把研究成果跟活动讯息发给媒体当新闻稿。那常有立委认为公务员都没在做事，所以想说发新闻稿可以发给下去立委，让他们知道有活动可以来往，所以才想要去找立委联络资料。那这是我2月24号跟郑文吉通讯才知道的内容。这样，那目前主票跟着是我，然后还有一位陈东，人生台北东姐，他目前今天有事不能来。那他是一位艺术工作者，平常无聊会剪立委咨询，上班也在剪立委咨询，然后他喜欢猫跟骑脚踏车，如果看到他崩溃的话，大家可以喂食他，谢谢。对，之后会介绍台北大家认识。那他其实也是开始这样就讨论跳动区域后勤中心出来，当时我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想我要来开干了，然后所以先生出一个立委看点为 hashtag， 那名字是后来想的啦，所以就有点乱。那后来我就开始该该该叫，就是开启那个 passion 的阶段，就是复制贴上，就是把立委资料一直贴在 hashtag， 那就是一个无限魔界的末日火山旅程。那一开始原文幻想啊，这个是郑文吉想的，所以要把它 at 一下。然后该该二从王惠美到吴坤日打头照，该该三从徐永明到张廖万杰资料，然后该该四从李坤哲到段宜康的大头照，该该五从徐永明到萧美琴的资料，该该六就从段宜康到许志杰大头照，就是该该该就心力交瘁。结果有一天竟然江省良回应我，然后就一直说，哎，江省良就是 Mr. ORZ。然后心中觉得哇 ，Hello， 那时候我心中就觉得哇 ，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， 对，我就直接够的话，我真的想唱歌给大家听，不过我们先跳过好。然后有一天台北东野就出现了，这感觉就像 Frodo 遇到 Sam， 哇，立法院开放的资料服务平台，什么资料都有，只是他没有 email。然后我心中就有一个 Lord of Rings， 就魔戒的画面出现。台北中介让我想起双刀火箭大力拔出，刚好在爬，有那么顺便吗？他把资料都爬完，最后大头照也整理完毕，让我觉得真是酷毙一爽歪。我心中呐喊就是 Sam never leave me。所以后来回到原始正题，我需要就是因为我是文字工作者，对，就是产生没有什么想象，所以我需要工程师，但是需要前端后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所以需要设计师，还有需要跟我讨论界面应用的人，或者是想出更好名字的人。然后文字工作者就是我们还需要收集立委的网站、Facebook 找到 email， 或是有什么不知道。那台北东姐已经答应他会持续跳坑。参考平台一是公都盟，那参考平台二就是鱼汤转码周瑜去排版、朱家安制作 logo 的立委联络资讯。那参考三就是江美洋提供的伊莎贝尔123打到挂，那还有是陈龙提供的立法院开放资料库平台。五就是台铁的国会无双。那最后感谢大英雄天团主题曲，我做简报都来听这个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夫妇。然后原因是最后一个